车，请注意大车，请注意，好玩。我们刷抖音看见了网红饭呢，看见好好吃的样子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网红饭。我们现在这个大商场里买看材料呢。首先呢我们要拿三个红红的西红柿，这个西红柿超大，差点掉了。就这么说吧，走，买其他的，我们再买一点香肠，配在网红饭里会更好吃。走，妈，今天妈妈不在家，咱们偷偷吃一个冰的吧。好吧。好吧，千万别告诉我妈妈，不然妈妈会打我屁股的。走吧。叔叔好。好。冰块一个，香肠一个，谢谢哥哥。是叔叔嘞，他很年轻嘛。走吧。纯纯的，看得起就流口水了。走吧。嘚瑟的。走。不用买这么大，小一点就行。能行。走。哎，你回家吃冰糕，不然冰糕就化了呢。因为呢，不然冰糕就化了。那打开吧。这个是水天冰糕，天雪冰糕应该叫。彩虹不仅打大王，哇，超级香！化了吗？底下都被我捏爆了。你看底下已经被我捏爆了，但是呢，上面还好的咧。要不尝尝味道吧，它是彩虹糖味的吗？来，爸爸，你也咬一口。谢谢。每个颜色都有它每个味道的冰块，哎，是吗？哇，橙子冰块。去吧，洗那些蔬菜。我先洗做什么的土豆香土豆。谢谢爸爸。爸爸每次吃香肠的时候都会给我一点呢。爸爸，你吃一碗吧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我们刚刚的西红柿还没洗呢，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你快帮爸爸洗吧，爸爸已经忘记了。这个标不能一直贴上去。我把它拔了。玩起小秀。
们的幸运朋友们在探险里泡澡呢？爸爸告诉我，他在看水里面泡澡，皮就会嫩一些，就我们就能拔下来了。走，我们去小米吧。小米草，你洗一遍就行，这个会变变得软些。倒进去。好的，现在要翻一下倒吗？对，慢一点啊。嗯，没事。嗯，太棒了。走，我们去煮它吧。好的，放了那个电饭锅。嗯。宝贝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饭吧。好的，走吧，去看一下我们的饭香不香。就在奇迹的时候开始了，我要摁开了。哇，看得真香。我们加点调味料吧。好的，调味料，这个都是爸爸做好的调味料，把这个淋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搅一搅。爸爸，这吃的也不咋地，有点甜，有红薯味，不咋地。看着也不咋地，吃的也不咋地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有点甜，有红薯味。那难吃吗？难吃。啊。但是呢，今天的网红饭失败，你零分。零分啊？嗯。好吧，那能吃吗？能吃完吗？嗯，吃不完，我再吃十口吧。嗯。香香的荷包蛋，我看着虽然能吃完，但是呢，吃的胃口有点不能吃完了，好吧？爸爸说这个有点像猫饭，就是呢，所有饭混合在一起呢。嗯，爸爸说也挺好吃的，我还是用我的劲力把它吃光吧。好了，明天早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多点赞、那个订阅、铃，再见，明天见，爱你们！我要吃饭喽，哎，我要吃我的网红饭喽。